今天给小米吃蓝莓。今天去市场买菜，经过水果档，看到蓝莓10块钱3盒，我惊呆了，从未买过如此便宜的蓝莓。果断买3盒，小屁孩好像还挺喜欢吃，除了果粒小了点以外，好像没啥毛病。想不明白为什么那么便宜，难道是因为今年大丰收吗？你不会以为一整盒都是给小蜜吃的吧？你想太多了，我就给他吃2颗而已，其他全都是我吃的。嘿嘿，我家的小蜜吃蓝莓是不吃皮的，只挖肉吃，你们家的也是这样吗？蓝莓吃2颗就好了，不然晚上没胃口吃正餐了。好的，主人，我知道了。